桃园捷运公司举办了模范员工颁奖典礼，表扬了12位模范员工。桃园市长张善政呢出席活动时送上祝福，感谢捷运公司呢员工的付出，来提供民众稳定可靠的服务。市长张善政亲手送上模范员工感谢状，并颁发1万元奖励金，感谢机捷员工的长期付出。机捷公司举办113年模范员工颁奖典礼，张善政市长特地出席授奖。张市长表示，机捷员工有1200位，这次有12位获选模范员工，可说百里挑一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努力，让捷运公司可以持续的成长。几乎每一位都非常的年轻，代表桃捷公司未来的这个活力和干劲。桃捷公司将来发展还面临很多的挑战，有赖我们所有桃捷公司的员工，齐心协力一起来克服这些挑战。我对桃捷的发展非常寄予厚望，相信有这么杰出员工，将来桃捷公司的发展一定不可限量。受奖者分享，在搭乘电梯的时候，看到长者失去平衡跌倒受伤，立即按下紧急停止的按钮，并协助就医。他认为只是在做自己的分内事。因为我在对面的电梯上，就赶快跑下去到对面按紧急停止按钮，让那个电梯停止，然后就赶快跑去找站务，请他们协助。那也是要谢谢主管的栽培以及提拔。那目前副业开发这一部分，在未来的规划，那当然还有很多，不只是目前的商业空间以及贩卖店的出租，还有商场的一些规划。机场捷运目前有22个站点供民众使用，去年在 T-Pass 上路之后，载客量已经突破3亿大关。桃园捷运公司希望透过模范员工表扬，让公司同仁能够一同成长，面对未来的挑战。